繁华街市，年轻夫妻痛失爱女。在我身边，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女孩突然失踪，当时我真的是做不出来那种感受。走失还是被拐，孩子的下落牵动人心。他妈中间都特别留点过一次，他咋接留的？二十多年的苦苦找寻，永不放弃的执着等待，失散的亲人最终能否团圆？迟来的全家福，一线正在播出。2018年4月4日，成都某居民小区门口人山人海，几十家媒体的记者聚集在这里。抱在一起痛哭的是一对母女，他们已经分别24年。起来一下！挤进人群的这个男人名叫王明清，是女孩的父亲。面对分离20多年的女儿，王明清夫妇激动万分。那么这家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呢？一切要从24年前的一个傍晚说起。四川省成都市的九眼桥一带一直以来都非常繁华。1994年，王明清夫妇从农村老家来到成都，在九眼桥一带挑着担子卖香蕉。1994年1月8日傍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老婆呢就在那个非机动车道上卖香蕉，那个中间原来以前有个栏杆，大概有1米高，我跟娃娃就在这个后面耍，耍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喊我去放零钱，我当时放零钱呢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桥当头，去放的零钱。你走的时候孩子还在这里？对，还在这里。然后你回来的时候这是空的，没人。对，他说娃娃不见了，你还得卖。好，我当时就把箩兜和香蕉一下都丢到地上了，丢上地上我就去找，便宜就找都找不到了，就去顶开。一转眼的功夫，孩子竟然不见了，王明清夫妇大惊失色。你在哪里？就去顶开喊，他们都喊都回去了，回去了，天都这么大夜了，好，我回去就哭到一直哭到天亮，天没亮的时候早饭没吃，又头也没梳，又往这一趟跑，跑去找我的女儿，都一个都找不到。走丢的是王明清的女儿，名叫王启凤，大家平时都叫她凤娃子。走失时孩子刚刚3岁，当时王明清的妻子每天都到九眼桥附近寻找，而王明清则去派出所、儿童福利院等地方四处打听。这是当时几个单位给他出的证明。红来本所报案小孩丢失是吧？牛市口派出所。是儿童福利院写的，本院无此小孩。在我身边，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女孩突然失踪，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来那种感受。这种痛苦在我心中是像个针扎呀，真的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我非常难受，想到女儿那么可怜。夫妻俩猜测，可能是女儿头发短，被人贩子当作男孩抱走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想着或许人贩子还会把孩子放回原地。有可能人贩子当时是想到个男孩，最后可能发现是女孩，也可能会给我丢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我女儿她要反胃，一哭就反胃，一般人看到了都很害怕，她反胃得很严重。之后的一个多月，王明清夫妇以及亲戚朋友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但依然没有孩子的任何消息。巨大的打击让王明清夫妻俩整日茶饭不思，极度憔悴。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和王明清一同在成都做生意的表哥劝他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人简直变形了，瘦得不像样了。他狠狠地说了我，你看你像哪样子了，你还不挣钱，你这样子把娃娃找到了，你身体这样子垮了，又能够做啥子，是不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很愧疚，我说我们也对不起他，
我们一起做生意嘛，哦，掉了我们也有责任了，没看到孩子啊。他老婆嘛，就像个疯子一样，这样我们得劝他嘛，开脱他嘛，哦。这是孩子丢失一年后王明清拍的照片，当时他找了个走街串巷帮人拉蜂窝煤的工作，心里想着说不定哪天可以发现自己的孩子。在那个附近几个小区，至少我是能够随时进出噻。人家要买蜂窝煤是吧？哎，我到也可以到他家里面，万一某天看到我娃娃了呢？女儿丢失一年多后，王明清夫妻俩又生了个儿子。这是儿子一岁多时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夫妻俩都瘦得厉害，但新的生命给他们带来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又过了几年，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儿。从此每隔一段时间，王明清一家就要拍张照片留念。他把中间都特别留的过一次，跟他大姐留的。每次拍全家福，夫妻俩的心都会被刺痛，因为照片里始终没有大女儿。他们的儿子和小女儿从记事时起就老听父母念叨姐姐走失的事情。在小的时候就哎，吵架好像就一直没停过。是相互怪呢还是怪自己？都是相互怪，嗯，对吧？没看好，怪没看好，是吧？对。2014年，王明清开始跑出租拉客，他的车很特别，在醒目的地方借着寻找女儿的寻人启事，王明清还制作了寻亲小卡片发给坐车的客人。麻烦你们帮我转发一下那个寻人启事，哎，谢谢你们啊，拜拜。他掉了23年多点了。那一般乘客会怎么反应呢？哎，其实有些乘客嘛，他当时说的，哎呀，20多年了，找得到啥子哦，找得到。大家都不太抱希望、抱信心的。对对对，哎，我也就会跟他们说，要找才有机会，如果不找就没有机会。因为大女儿走失的时候没有拍过照片，所以一开始王明清发的只是一张纯文字的小卡片。后来他想到，小女儿其实跟姐姐小时候长得很像。于是王明清就在卡片上印上了自己小女儿3岁时候的照片。只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子，眼毛粗。当年她上成都之前，在家里面办了一家，挂了一个小小的伤痕，有一个小小的伤痕，当时反正就只有这么多，因为到现在不知道那个伤痕还在不在。王明清坚持寻女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2017年3月的一天，一个特殊的电话打给了王明清。哎，叔叔你好，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我爸爸能够发相，哎，你跟他联系一下。打电话的是一个叫林佳的女孩，林佳说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可以帮助王明清寻找女儿。一个父亲他寻找女儿，他整整寻找20多年，他的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让我感动。林佳的父亲当时是山东省的一名警察，名叫林宇辉，也是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挑战不可能节目。当时挑战的内容是林宇辉要根据一张6岁女童的模糊照片，在10分钟内绘制出女童的画像，以及这个女童长大到20多岁时的模拟画像。然后林宇辉再依照模拟画像，在现场30位年轻姑娘中找到画像的主人。自己内心非常的着急，就怕找错了。经过长时间细致的比对，林宇辉最终挑战成功。正确答案就是19号这位姑娘。此前王明清也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林宇辉，但他没想到现在林宇辉的女儿竟然主动联系了自己。接到这个电话，王明清既兴奋又担心。人家是一个警察，会不会理我，对不对？我们素不相识啊，哎，他，我当时想到我可能把灯，哎呀，心里面都在想哦，他肯定不会理我，对不对？当时我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再说。在林家的牵线下，林宇辉很爽快地答应帮王明清寻找女儿。你知道他小的时候，你还要分析到他10年、20年以后，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几天以后，林宇辉画出了第一幅画像，并很快将照片传给了王明清。但是凭想象来说，我当时我还是有些执念，有很多执念哈。
问我女儿到底长什么样嘛，其实她到底我发的对吗还是不对吗。虽然拿不准画像是否准确，王明清还是马上把它发到了网上。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画像经过朋友和媒体的广泛转发后，陆续有二三十个疑似被拐卖的女孩子主动联系王明清。其中这个女孩的照片，王明清觉得跟画像相似度很高，便转发给了林宇辉。我说相似度不高，我说应该不是，但是我跟你说貌似有点，一般人看可能觉得挺像、哎、一般人看哎呦也有可能啊，他自己看也觉得还挺，他自己犹豫拿不准要给我嘛。有很多女孩王明清一看自己就否定了，有很多时候我都看到，都说老实话都不多于强，自己也不敢说我不强，就直接跟他说，妹妹，那么你到公安局去采集 DNA， 如果 DNA 比对，那个是多科学的，又不要钱。有一个孩子确实去做了 DNA 比对，这个女孩家在河南，长得跟画像高度相似，但结果还是让王明清失望了。然后当时我们采了血以后嘛，然后回来以后我们这边立即进行 DNA 比对，结果后来就排除了。王明清的希望一次次被点燃，又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在他的请求下，林宇辉又给他画了第二幅画像。我又进行了绘制的第二张，既然要第二次画，你就不能画的跟第一张一样，就没意义了，那就不用画了。但是我当时考虑为什么要画，我说心里话，就是为了满足王明清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需求。第二幅画像显得女孩更年轻一些。画像放到网上后，2018年3月9日，一个女孩联系上了王明清。头像里面那个一个小孩哈，哎呀，我当时看到第一眼就感到气了。我说很抢我的女儿的嘛。王明清试着跟女孩通过视频进行通话，视频刚一接通，她就忍不住哭了。我跟我老婆，当时就流下眼泪了，我就感觉到啊，抢我的女儿，很抢我的女儿。哎，这个人家说的父子连心也好，母子连心也好，是不是？虽然觉得这个女孩像极了大女儿，但是此前多次的失败让王明清不敢轻易确认。他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发给了林宇辉。我当时就看相似度很高，大约在90%以上。我说还能提供其他照片吗？陆续那两天又提供了一些，我一看我心里说就是。跟王明清女儿画像高度相似的这个女孩名叫康英，打小也生活在成都市，她的家跟王明清的老家只相隔20多公里。我最渴望的就是我想找到我的妈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个爸爸。这里就是康英从小生活的地方，在村民们眼中康英的身世是个谜。大家记得她被养父领到村里的时候只有3岁。安慰那个孩子，他说是他大哥的，结果又不是他大哥的，那个人瞒得轻易没说。那对这个康英疼爱不疼爱呀、啊？疼爱还是疼爱噶？康英的养父在他刚上小学的时候，在村边的水库捞鱼时溺亡了，父母疼爱的缺失，在康英心中留下了刻骨的伤痛。小时候坐在那石磨边上，靠着石磨，就想妈，你在哪里？女儿想你，梦里头总有妈妈的出现，但是从来看不清她的脸，摸不着她的手。我怕了20年。你问她了吗？小时候不敢问，完了几年前问过一次，她说的你别问了，你问了会更伤心。康英长大后远嫁东北，从此离开了四川的家。2018年3月的一天，康英和丈夫闹了点别扭，心情抑郁，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他便打电话给关系亲近的四叔追问此事。出于无奈，四叔把真相告诉了他。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我都要知道。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的小时候我是在九眼桥捡的，我真的特别难受，当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康英的四叔说，1994年他跟二哥在成都市九眼桥一带打工，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一个扫地的一个大爷，对面他是一个小娃在那个地方哭，他跟我说他喊我去看一下，我去看是一个小娃，
他跟我说是个儿子，我二哥就去买两个饼子给他吃。嗯。他一脸又脏，头发也弄起。康一的四叔说，二哥没有孩子，当时看着这个小女孩非常可怜，以为她是被父母遗弃的，就把她带回了老家，让母亲帮忙抚养。后来二哥不幸溺亡后，他便一直打工赚钱供康英上学。我还每个月就是给他拿给康英给生活费，我那个老婆我都不让他知道，挣1200块钱，他基本都拿了100多去。知道自己身世的当天，康英就开始在网上搜寻九眼桥寻女的信息，结果搜到的全都是王明清寻找女儿的报道，于是他马上联系了王明清。你看到那个画像了吗？当时看到了，当时我是看什么都像我，看什么都是我，那肯定是我，不用想了，那肯定是我。为了确定自己究竟是不是王明清夫妇的女儿，康英到公安机关进行了 DNA 鉴定，但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2018年4月4日，康英便和丈夫孩子一起从长春飞到了成都，她感觉这次一定没错。而王明清也提前找到康英的四叔，想邀请他到现场来见证自己和康英的相认。真的一个没想到的事情，真的是哎。哦，谢谢。好，来坐坐坐。哎，男儿就可以了，谢谢你。哦，这么多年，我感谢。没想到我们还这么近呢。2018年4月4日，康英和王明清夫妇见了面。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四川省王明清和刘根英夫妇与康英具有生物遗传关系。谢谢王明清一家人终于团聚，他们第一次拍下了没有人缺席的全家福。一次网络购物牵出一桩走私大案，涉案人数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他每个人可能有十几个商家，有几百个下家。走私渠道不明，货物源头待查。是导游夹带进来，还是游客夹带进来，还是大批量的走私进来？网络上的秘密交易，一线正在播出。2017年8月14日上午，浙江省宁波市的王先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烟草专卖局，他要向工作人员反映一个情况，说买到了就是一条就是卷烟，然后说这香烟可能是假的，因为他点不燃这香烟。当时是消费者拿了一条卷烟过来的，只是，所以说我们看见的是这条，也是就是实物。王先生说，他买到的这条卷烟不但不燃烧，而且闻起来味道也有异常，因此特意来到烟草专卖局进行举报。那么王先生买到的究竟是不是假烟呢？他这个烟呢比较短，而且包装呢也比较新型，而且他抽起来这个东西呢，还配套了使用烟具。必须把这个烟，我们称为是烟弹，然后把这个烟汁放在那个烟具里面进行抽，然后呢，它这个烟呢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明火，不会燃烧，通过加热以后呢，它就可以抽了，而且呢会冒烟雾，所以它这个烟呢从感官上也好，从吸食上也好，跟我们传统的卷烟呢都明显的不同，就是非常的新型。经过辨别，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初步认定，王先生购买的并不是假烟，而是加热不燃烧卷烟。为了得到权威认定，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把王先生提供的样品送往相关部门进行鉴定。那我们必须要经过质检程序，然后呢，我们将此款产品呢送交了国家
烟草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那么经过物理和化学检测以后呢，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具有烟草的特性的成分，而且它也就是这个烟脂里面的填充物非常明确是有烟叶之称。那么这个结论进一步证明了加热不燃不燃和卷烟就属于烟草制品，它属于卷烟的一种。王先生买到的这种加热不燃烧卷烟属于国外生产的卷烟，属于烟草制品，并不是假烟。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国家局在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向全行业对加热不燃烧卷烟进行全面监管，已经下发了通知。那么已经把这个加热不燃烧卷烟呢纳入了我们烟草监管的范畴，所以说加热不燃烧卷烟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完全是禁止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相关规定，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属于依法管制的范围。目前我国没有允许任何企业生产、销售和进口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所有此类产品都是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市场的。那么王先生是从哪里购买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呢？他在网上呢，互联网上呢买了一条加热不燃烧卷烟。我们首先是对他这个消费者购买的网店进行调查，当时我们在消费者提供的信息里面，我们就是查到了，就是古稀烟具旗舰店里面。宁波市鄞州区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在网上找到了这家网店，并且发现这家网店仍然在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从该网店的客户评论中不难看出，交易量非常可观。发现这条线索以后呢，马上呢跟公安呢进行了沟通，那公安呢跟我们进行会商以后呢，然后认为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线索。当时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是纯粹的，就是从网上的一些有人在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像这是谁，在哪里，具体怎么方式都不明确。2017年8月28日，宁波市鄞州区烟草专卖局将这起网络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案件移送至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立案侦查。在侦查中，警方很快确定了网店老板的身份。通过烟草部门给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最初掌握了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所购买的这家网店的一个主人，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犯罪嫌疑人胡某。胡某是广东惠州市籍人，他是在专门在网上销售这种加热不燃烧卷烟。在调查中，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胡某从2017年3月份就开始在网上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而国家禁止销售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已经通过这家网店大量销往全国各地。我们拉的数据是从2017年的三月份开始到2017年的9月份，这期间200多来万，销售了200多万。200多万，它里头有一个是烟机，有一个烟袋，还有一些附属的其他产品。它比较有诱惑力，因为年轻人比较好奇，所以对这种卷烟，它可能会有一种好奇性。好奇心就尝试这种卷烟。如果网上有这种卷烟销售的话，那么青少年就很容易、很方便从网上购买到这种卷烟，那么对他们就造成了危害。经过调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胡某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涉嫌非法经营。那么，他所销售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从何而来呢？他不是说自己呢，自己是购买进来原料，然后自己去加工生产，这个东西是可以排除的。既然他不可能自己造，那这些货从哪里来？那对于我们公安机关来讲，首先要搞清楚他的货源。首先，它是一个国外卷烟，而且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合法的进口渠道。那么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走私烟。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一定是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入国内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通过调查，警方确定犯罪嫌疑人胡某并没有从境外走私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能力，在胡某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幕后黑手。首先是对这个胡某了，对他的这个支付宝数据了进行了分析，他有在支付宝数据上面呢，他有很多的进款进项，有很多的这个付款付出去的，说明他的下家很多，但是他的上家同样很多，涉及到全国各地。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呢，对我们跟他确跟分析数据以后呢，他跟他供应那个加热不燃烧卷烟的就有40多家，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案子。给胡某供货的竟然有40多家，涉及人员之广，覆盖面之大，让警方始料未及。针对复杂的案情，警方对胡某的上家逐一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40多个供货方中，北京的徐某和珠海的陈某这两个人与胡某接触最为频繁。胡某像他们进货的数量比较大的，那进货数量比较大，可能是我们分析，可能是他可以拿到比较大多的货。多的时候，这个徐某跟那个是陈某两个人可以100多条一次的交给胡某的。这个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就要查下去这条线索。徐某和陈某在网络电商平台上都有自己的店，胡某每次都是利用网络转账的方式将货款转给对方，然后徐某和陈某把货通过快递寄给胡某。掌握了这条重大线索后，警方和宁波市鄞州区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先后将胡某、徐某、陈某抓捕归案。当时在10月份先抓了在惠州胡某夫妇，当时在他工作室里面查的货是不多，就是40几条香烟，但是他的销售额是达到200多万。我们卖商品呢，主要看我们一会儿看其他店铺卖得好的，我们就会把它上架。就突然一下感觉身边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好像很火一样的，就是后面有很多人主动来问这个，当我们发现接待的客户的时候，问的人越来越多了，才想过去做主推。胡某说，他从网上认识的徐某和陈某，因为这两家的货源充足，品种齐全，所以徐某和陈某成为了他的主要供货商。我能知道他确实是找到我的，他说我没有这个货品，因为我也都是从国内进货，然后呢他说我找不到这个货品，然后呢能不能帮他进一点，我说 OK， 那好，我就帮他进了一点。不会问他货从哪里来，反正就是只要保证货源是真的，然后质量是好的，全新没有拆封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想过他这个货从哪里来，反正我们都知道这个产品是进口的嘛，也是不是国内生产的。犯罪嫌疑人胡某在网上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获得了高额非法收入。而徐某不只是向胡某供货，他的下家也遍布全国。值得注意的是，警方从徐某和陈某两处地方分别查获了上千条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这么大的量究竟是如何进入国内市场的呢？怎么进来的？是那个是导游夹带进来，还是游客夹带进来，还是大批量的走私进来，还是那个是通过人肉背包背进来？这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到时候我们也不确定。对，包括那个烟草系统，包括我们公安系统，都是没法去确定那正确的这个是流入国内的途径怎么流入的。警方和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在这起非法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走私团伙，他们将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从境外走私进入国内市场，然后获取高额利润。加热不燃烧是一个新型的产品，它包装呢也比较新颖，所以说受到了我们国内一部分特别是90后年轻的这个喜爱，所以说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市场，那么会给国外的这个是违法的销售者
带来巨大的这个利润，对我们国内的烟草市场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冲击，所以说这个是利益驱使。警方继续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发现胡某的40多个上家之间都有交集，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个我们到时候分析了其他的40几个县啊，都有一个交叉，对比方说这个是北京的徐某跟应该是跟珠海的那个陈某是他们两个是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是同级的关系，但是他们两个也有调货的一个情况，他里头人员互相之间的交易往来啦，还上下级了，很复杂，这个很复杂。每个人他做就是说跟普通的电商是差不多的，他每个人可能有10几个商家，甚有几百个下家这样一个情况，并且互相交集，人为高层里头很复杂。警方还是围绕徐某和陈某这两条线展开侦查，希望从中得到有价值的线索。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徐某经常会往一个辽宁的账户转入大量资金，而这个账户的开户人是辽宁的于某。于某在网上开了多家网店，销售的正是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徐某销售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正是从于某那里进购的。你买的都是一般都是多少钱？我买的300多，有最便宜的品牌有100多、190、200、150也成都有，就是他们的价格不是很稳定，因为我们所谓就是我作为买家来说啊，我其实并不太在意价格，因为我自己也得用，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说卖300多那我就给300多，有的时候他们说卖100多我就给100多。辽宁的于某就是徐某的上家，但是从警方得到的线索看，于某发货的快递单遍布全国，而他的下家也并非只有徐某一人。于某这个人的身份啊，我们落实出来以后呢，对他的这个销售呢，也同时进行了分析，那发现这个于某呢，他不单单向徐某供货，那进一步落实以后呢，发现他全国各地都有销售。他几乎每天都发，几乎每天都发货，那也有累积到一定的量，那统一到这个快递点，啊，包装好发货发出去。销售量比较大的，一天累计能够销售到2000多条的这种烟弹。数量惊人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究竟是从哪里走私进来的呢？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于某会频繁地收到从黑河口岸发来的货物。这些货物就是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一条非法走私销售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链条最终浮出了水面。于某他联系好境外的叫然后叫境外那边货进来以后到黑河以后直接叫快递公司按照他的要求发货。掌握充足证据后，警方对犯罪嫌疑人于某实施抓捕。咱们鄞州公安，几名侦查员，协同当地公安，一块儿对于某实施抓捕。当时在抓的时候，于某刚好在一家快递公司寄出他的这个烟弹。于某被抓时，一直狡辩，这个他所销售的，并非是这种卷烟，而是这个糖果、巧克力。他对自己的辩解，但是在公安机关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低头。截至目前，警方共抓获于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已批捕7人，还有3人进行了网上追逃，查获涉案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7000多条，连带相关烟具等设备，共计涉案金额上亿元。按照我们的刑法规定里头，国内销售的一些人啊，是涉及到一个是。触犯了刑法825条那个非法经营的罪名，跟从国外进来的这个是一个是走私罪。从此案来看，涉案金额就达到了上亿，它严重扰乱了我们国内的卷烟市场秩序，对我们卷烟的这个税收呢，因为对国家这个税收呢造成了大量的流失，
所以对此类行为呢，我们必须要严厉的进行打击。